我憧憬的一起看星星。最后的结局是苏木真的去了天文馆，但当他骑着单车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还是甜化了。比起能和他待在一起，都没那么重要了。公交车上靠得太近，真怕他听到我的心跳声。真没谈呢，老妈的盘问让我心里很不踏实，总不至于跟踪我吧。这一眨眼人呢？这老天破坏我计划啊！喂，谁不是跟呢？师傅，快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好久没来母校了，你去停车，我去转转。好。好，拜拜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什么鱼啊？这可是日本的金鱼之王蓝寿。那这两条鱼怎么卖啊？不贵，700。700？不行，太贵了，400。姑娘，你这砍价砍得也太狠了吧？最低600。那我不要了，我走了啊。走了？哎，这是蓝寿吧？对对对，日本的。这鱼怎么卖啊？700。行，我要了。哎，好嘞。这鱼不能要，这是串串。没有啊，我看这不成色挺好的吗？我哪能骗你啊，我要骗你肯定让你买，我不是不让你买怎么能骗你。是我家里就是做这个。这样啊？嗯啊，谢谢你啊。老板不好意思，我不要了，谢谢。他不要了，卖给我吧，便宜点。400。不行不行。那行，那我退一步你退一步，500。可以吧？哎呀，行行行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这盘哪去了？小姑娘，你不是说这鱼是假的，不能买吗？他送我的，我嘿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来来来，上前面。哎呦，怎么还带了两条鱼啊？是送给我的吗？还不是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帮我们剪视频那个老高？他帮了我们大忙，所以这个啊是送给他的小礼物。哦，还是你懂事。那是。票。谢谢。格雷顿马上就来。好。队长，夏琳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你过去看看。啊，那我就过去看一眼。你先排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拜拜。我认错了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送我妈。你妈？
我妈在这儿有个讲座会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抱着两条鱼。啊，我看这两条鱼跟老高的特别像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，所以我就买了。那阿姨在哪儿啊？在那儿呢。那是你妈。怎么了？快跑！陆教授，您来了，这边请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你拉着我跑干什么呀？刚刚我跟你妈妈有点误会，阿姨想买这条鱼，我也想买这条鱼给老高，然后我就骗她说这条鱼是假的。没事啊，你跟他解释清楚就好了。不行，第一印象很重要，我现在怎么解释都是错的。哎，只能让时间淡忘这一切。哎，你来学校做什么呀？球星签售会，李迪搞了两张票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来的。好吧，走吧。又怎么了？我妈来了。你妈来了，你躲什么呀？昨天她又看见我们在一块儿，今天她又看见我们在一块儿，她会误会的。误会。
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半天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嗯。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哦，今天苏木的妈妈来做演讲，他送他妈妈过来的，正好就碰见。你们这是干嘛去了？就躲我妈呀。我妈以为我们俩在谈恋爱呢。哦，你们俩应该是清清白白、光明正大的。哎，肯定是阿姨误会了。人影都没见着，奇了怪了，累死我了。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办点事儿，正想回家呢。啊，苏木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们邻居。哦，阿姨，这位是我妈。你好，你好。您要回去吗？啊，是的，正好顺路，咱们一起吧。嗯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，请上车。你也够疼的啊！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一会儿你去干嘛？我可能陪不了你了，我一会儿帮球队还有事儿呢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去忙吧，我正好赶紧去找我妈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哇塞！哎，平时好像没见过你哦。啊，我平时都在国外，只有有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回来的。哦，也是哦。现在孩子大了，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也不能总是跟着哦。我儿子从小就很独立的。独立啊？独立好啊。哎，看你那么帅，找女朋友了没有啊？我听他说啊，好像是找了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是吗？是什么样的女朋友啊？这孩子又不好意思说了。哎，我倒是没见过，但我听他说过，应该是很漂亮的。还行，也挺可爱的，调皮，那就是可爱嘛。哦，一大早起来啊，给他做早饭呢。一大早？那不是，那他不是什么不是啊？哦，我说我家闺女她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每天都要睡到中午十二点呢。一大早就起来给别人做早餐，我就说吧，女儿跟我们隔着心了，谈恋爱也不告诉我们。咱女儿长大了，给她留点空间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别说了。轻点，轻点。哦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闺女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我去看球星签售会了。跟你说了吗？妈，你腿又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妈今天呀跑了一整天呀。我就在我们小区啊跑了会儿步，腿有点疼。妈，你都多久没跑步，怎么突然想起来跑步啦？你管得着我吗？快，
你撂下条金鱼干嘛呢？我帮朋友买的，一会儿得给他送过去。你别送了啊，这两天我跟你爸腿都有点疼，你哪儿也别去，你也给我们做顿早餐。去去去，你上那边活动活动去。放下放下。哎，德德，你来给妈妈按一下。哎呦妈，我赶紧的。啊。舒服吗？嗯。妈。嗯？你最近这皮肤怎么了？都起皮了。啊？这还有细纹。还有细纹？啊。那怎么办？啊？没事儿，我有一款新的面膜，特别好使，我给你拿啊。啊啊啊！啊！哎，老田。嗯。我皮肤都这样了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嗨，你在我心中啊，永远都是完美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在楼下吗？走啊，上哪？现在？不行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走不开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嗯，好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嗯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妈。这款面膜特别神奇，你敷上之后呢，睡个美容觉，再一醒来，皮肤细胞瞬间被唤醒，放轻松。不是要去找老高吗？怎么要去白沙岛呀？哦，我昨天去工厂找他，他不在，他家住在白沙岛。哦，那我们是要坐船了。嗯。没事吧？行。没事了，好多了。那
老高在哪儿啊？我只知道他在白沙岛，其他的具体在哪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们找人问问看。爷爷，你好，请问你认识一个叫高博的人吗？在哪儿？老爷爷，我是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高博的人，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这位爷爷好像不能说话。跟你一样。我是说这岛也不大，去找找应该能找到。我去找找啊。谢谢爷爷。帮你拍吧。你会吗？嗯。哎，跑步啊！对了，正好，我想问问你，这附近有菜市场吗？有的，就是挺远的。你最好啊，让你儿子开车带你去。他不在家，他出去了。哦，哎，你可以跑过去啊，正好锻炼身体了。啊，那就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啊，会有大暴雨的。哎，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衣服收进去啊。这么好的天会有大暴雨啊？啊，你有风湿啊？我没有风湿啊。哦，我就是研究这个的。哦，你研究风湿的？不，哎呀，总之啊，你抓紧时间把你的衣服收起来，马上就要下雨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哦，拜拜。哎呀，哎，有风湿的人都挺准的。收衣服去了。啊，哎，德德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面膜真不错。哎，德德啊，德德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热的天还能打喷嚏，也不知道谁在想我。哎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啊，我是说这个岛怎么这么大呀，我们都找到现在都找不到，就感觉把岛都要走完了。走完还早呢，我们现在才走了三分之一。你怎么知道？嗯，地图上有经纬线，一纬度是111公里，经度每差一度对应的就是111乘以扣3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在说，在不同的纬度上，经度每差一度，实际距离是不相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计算。我意思是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老高？我感觉他应该不住这儿，因为这边的住户都说没有见过他。你们去那边看看吧。那边不多远啊？大概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？我好渴啊！哎，
给。是老高哎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谢谢啊。老高，干嘛？哎，我发现每次跟你在一块儿都特别倒霉，你是不是真磕我啊？谁让你跟个小螃蟹一样？没看清楚就拍别人肩膀，要不是我带着你跑，你就得挨揍了。哎，你每次都救我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呀？